这是我养着的鸵鸟，别看这一只几斤重的小苗子，一年时间就可以长到200多斤，一枚鸵鸟蛋都有3斤多重。鸵鸟好饲养，耐出食，咱们包送到家，一对即可发货。喜欢想养着的朋友，留个红心，加个关注吧。这是我养着的鸵鸟。